刚才偷听到叶青兰和二少爷对话，你也不想知道了？他们说了什么？有没有提到关于孩子的事情？你知道吗？叶青兰肚子里的孩子果然是二少爷的，那穆家岂不是注定要落入二少爷手中？所以，这个孩子不能留。还敢勾引我丈夫？你快放开，放手！叶青青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没想到，这孩子除得这么顺利。穆汉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从小到大，他们眼里只有你。如今你们穆家大半的财产，都是我们苏家的。你们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这么对我，那我就要把原本属于我的一切都夺回来。不好了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少爷被绑票了。什么？欲救穆安和，准备赎金50万两，今日卫使送达指定地点。王妃点名让你送赎金，你一定要把我儿子安安全全带回来。后面的伤疤处理掉，免得被叶青兰看见。这就是之前二少爷说叶青兰想起的伤疤。兰儿，你是知道了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不仅是什么关系，我今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来人呐！兰儿，你！别杀我，我是受雇把的。你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，他让我在你醒来之后故意放你走，他等在那里装作英雄救美。这个房间明显被人清理过，蓝河失踪时穿的衣服面料一模一样，还有血渍。那场大火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我得收集更多的证据，让穆安成定罪。兰儿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这才刚刚开始。大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这下那边出事了。故意搅混我的洞房花烛夜，这下你满意了？你顾及他，你就不顾及自己的亲生骨肉吗？你狠起来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。可怜叶青兰还以为是叶青青害的刘真。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去提醒叶青青，之下也已经有了身孕。你我之前就合作过，何必这么生分？借你肚子一用。孩子会不会保不住了？秀兰，不会是你送错药了吧？是。怎么样？孩子没了。别装了，起来吧。把消息传给叶家，将叶青青在幕府受的委屈说得越可怜越好。是。您家女儿不仅不守妇道，还胆敢残害穆家子嗣，按照家规应当处死。处死？我看你们谁敢！一旦拿下这个大功或伤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管穆家了。穆安成竟然这么急功近利，这个家还不是他穆安成的天下？穆家靠着他们做起来生意，哼，笑话。青青姐姐最近一直陪着大少爷出去应酬，我可是人家大老板夫人的朋友。你敢泼我，我打死你！叶青青反了你了，把大姨太关回屋子。死老太婆，你生意不要了。没了我，这两日你将闹鬼的事散播出去，传得越玄乎越渗人越好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安和。最近二少爷院子里闹鬼闹得厉害，说二少爷死的冤枉要回来找替死鬼呢。
真不是我干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手段。我还向大师请教了欲念转移之法。他不会转移到我身上了吧？娘，今日我发簪落入后院池中，让人打捞，竟然捞上来一样奇怪的东西。这把手枪不是安和的吗？可怎么还写着安城的名字？当时我在池边，正好看见了二姨太。不是我，给我好好查清楚！你竟然敢害我！彼此彼此。你是说，这事是叶青兰搞的鬼？他一直在推波助澜，难道他对穆安和的死有所怀疑？这是当时给安和交赎金的皮箱，我要去报官。不行，我得让夫人自己发现安和的赎金在穆安城的手里。这是穆家各大掌柜的联名书，都认为你资历尚浅，暂时不适合全面接手穆家生意。娘是打算要插手到底了是吗？我只不过是暂时为你保驾护航。这香梅时间久了，严重者会记忆衰退，甚至痴呆。他终于开始对我下手了。安和，我会借你母亲之手为你报仇。想管我一辈子？不可能！放我出去！夫人说你心术不正，穆家绝不会交到你的手上。你得让娘觉得你是真心悔过。安城，我一定痛感情悲，终于知道自己错了。我一切都听您的，娘。不能让他坏我的好事。娘，今日我特地做了银耳羹，您尝尝。赶紧除掉这个老太婆。这是要出手。既然你们终于忍不住出手，那我就可以还你们一份大礼了。这皮箱不是正是当初给安和装赎金的那只？那是大少爷害死了二少爷。娘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娘，马上将他送官。安和，看到底，我们终于报仇了。从今以后，穆家就是我的了。怎么，你不开心吗？既然金属制裁不了，那我就去找金爷。我就不信这江城没人收拾得了你。我知道金爷在道上最注重江湖义气，所以想给金爷一个劫富济贫的机会。二爷，您看这事儿。最近上海首富唐毅的儿子来江城了，据说这唐少政商两界的背景十分深厚，正在寻找合作方呢。欢迎唐少赏脸光临幕府。幸会啊，穆大少爷。这位是我新结识的上海好友，唐少，唐子枫。你，这位是？是我的夫人，叶青兰。唐少好酒量。他的行为举止与安和完全不同。况且安和根本就喝不了酒，穆安城一个劲儿灌酒，显然是想试探他是不是安和。是你，听说你第一任丈夫是穆安和，看见了我想起了旧爱。不许你提他名字。你到处在拍什么？找一些旧事记忆。你曾经来过江城，我知道一处，我带你去吧。黄昏的时候在这看落日特别美。桥还是那个时候的桥，人已经不是那时候的人了。我好好的计划竟然被那个唐子凤给破坏了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他轻易接近。女人还是别耍这些小心思为好。
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每天眉来眼去的。没有。没有。叶青兰，说你是不是喜欢上唐少了？你这分明就是敲诈勒索。千金难买我乐意。可是这么大一笔钱，限定三天内交齐。金爷，您不能认这批顶替的木材。家人对我的帮助也很大，正所谓是患难见真情。真是人间真理啊。叶青兰，你何时变得如此狠毒？想要得到好东西，自然要弯腰付出。这条项链我不能收。你不是一直想让穆安城吃醋吗？怎么关键时刻怂了？真不可爱。老爷。夫人也在里面。在。不在。你如果让我出卖色相，我也不是不能配合你。姐姐掌管家务好辛苦，妹妹亲自下厨做的养生汤特意拿来给姐姐尝尝。我看完账本再喝。那我就不打扰姐姐了。去把唐少叫过来吧。是你，阿和，阿和，老爷，他之前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老爷的，不知道跟哪个野汉在外面偷情怀的。我在府里还藏了一些钱，我们拿上钱一起逃出去。我们两个人还有奸情。你知道他背叛我的下场。没有。你知道我太多秘密了。我之后有一个大生意要做。我可没钱。幕府的财物任何人不得私自带出府。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置。杀亲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我要让他一步步失去一切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钱慢慢凑，不着急，让穆安城多吃些苦头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自量力？对待恶人，不能以恶制恶。拿来吧，得让他们知道邪不压正。丧满怀的，你说谁呢？三姨太是你的人吧？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你是自己滚还是我给你扔出去？你简直欺人太甚。武家这么大家业，一块大洋从账上都拿不出来。不如你还是退出吧，资金问题我一定能解决的。有我牵线搭桥，钱的事万无一失。别说了。穆安城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你把我哥的生意还回来。别忘了，你是我的姨太，是穆家人。我说少爷，我怎么可能没有伤于脑里？是你做的吧？我说过，任何伤害你的人我都不饶。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女人跟你换好处。青兰，我喜欢你。这回成了。这张脸现在留着对我还有用处。现在就写下和离书，矿场归我，我的女人归你，公平交易。恭喜啊！少爷，既然大家都在这儿，我们可以做正事了。都是一伙的，你们竟然联合起来陷害我！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。叶青兰，我杀了你！二爷。